做这种串的动作，你比如小小，小小直啊，这样它就额外小小直线就加值，价值0.3了。对，好，来看一下跳马，北京队。北京队有两位跳马的名将，一位是李怡婷，一位是王岩。王岩跳马。那么在这次的资格赛上呢，进入到就是跳马能够跳6.0的选手有那么几位，而成功率比较高的就包括像北京队的两位选手。